倒霉棚整齐划一，看兄弟姐妹七人如何一起创业。19岁就成为村妇女主任的郎秀霞，几十年来是怎么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呢？辞掉城里的体面工作，小伙王威为啥对鸡弹琴？根雕艺术让铁岭的富贵华感受到了力与美的完美统一。辽宁农机博览会在沈阳召开，一起去看看展会上有啥亮点。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我是主持人俊峰。今天呢，咱们先说一说这个亲情。不是有一句老话嘛，说这个亲兄弟啊，他明算账。可是在这个丹东呢，有这么兄弟姐妹七个人，特别团结，一口气扣了8栋大棚，每天都在一起忙活着。那么结果究竟是挣没挣到钱呢？他们之间的感情又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在东港市十字街镇东的二刀洼村的一条小河边，8栋温室大棚整齐划一。王家的7个兄弟姐妹在这个种植小区里已经忙活一年了。现在到了草莓销售的旺季，王家人每天忙的是热火朝天，草莓也卖得红红火火。这个销售这方面这个事儿哈，咱这个姊妹也多，通过各方面的销售，哪个价格好，咱可以就是往哪卖，全国各地。这个草莓基地是由王恩平和他的二哥、三姐和小妹共同出资150多万，在2018年春天才投资干起来的。他们这一辈七人都出生在东港，但成家立业之后大都离开了这里。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平恩看到了这片几乎荒废的土地，萌发了兄弟姊妹回乡共同创业的想法。我前年偶尔当中我回来就发现呢，这个建这个草莓大棚，现在这个挺开心挺好。完之后就是有这个想法，回去之后这些姊妹一看，感觉也挺好，别看咱岁数大点，也应该有点事儿做，所以说这帮姊妹全都加入进来之后，大伙齐心协力的干，就是每一个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就干到现在。离开家乡多年，在回家乡创业时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个原先这个地就是都是愣的，基本就是辽荒地，就是完之后过来城里整的，那个勾机抓平整完之后才能干这些上这些派。王家兄弟姐妹的草莓园一共建了8栋大棚，可想而知这工程量得有多大。基础终于打好了，草莓苗也栽到地里了，种植技术上的困难也接二连三的来了。咱刚干之后也不知道这一个棚啊放多少蜜蜂比较合适啊，就好像是一问到你一棚放一下就可以了，咱就二个棚就买了家就放上。实际这个东西蜜蜂这个东西它得有数量，根据棚这个大小。咱现在知道，就前期之后那个长棚之后我放了一下蜜蜂，那数量它就少。后期之后干完就知道之后，这又是又买又往里补。这蜜蜂数量问题刚弄明白，紧接着由于操作不当，蜜蜂又冻死不少，于是赶紧再买蜜蜂再补充进去。就这样，在草莓的整个生长期，兄弟姐妹七人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懂的就赶紧找人请教，还一天都不能耽误。反正是累也没少累，难处老了。就是告诉你一步一个坎儿，这个小弟弟就弄这种课呢。攒了一辈子的150多万元投进去，出钱的这几家心理压力自不必说，其他兄弟姐妹心里的压力也很大。而为了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他们对草莓的质量要求也非常高，都是按照这个就是什么秸秆草莓和那个蜈蚣海草莓啊，咱都按那么去做的，就是大化肥什么，就是对草莓那个影响品质，这一切的肥料我们家全都没下。反正说哪个都每一天都不学不到场的，就是干的这事情。就跟俺老百姓说，就跟俺队长都说，那个那老王家姊妹这事就是干事去了。现在家里的大姐王秀琴今年快70岁了，但从草莓开始上市以后，每天都和大姐夫跑来帮忙。小妹夫有自己的工作，但来草莓园跟着忙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大家子兄弟姐妹一起上阵，各家之间的亲情也越来越浓厚。
他们给自己的草莓起了个奇聚园的名字，对他们来说，这个名字啊也是别有深意。我感到就是这边烫这些姊妹，我都心里都特别高兴。我们家就是，不管多大的事，不多大的干什么，都是以我们姊妹就是心，我因为我们的心都是一个心，就是说相当团结，相当齐，互相之间都是，这是就是说那么句话，手足之情，在我们姊妹确实就能体谅出来。所以说齐聚园，我们起这个名是，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就是这帮姊妹的心，永远是在一起。有了兄弟姐妹的坚持和团结，他们的草莓园从破土动工到草莓结果上市，前后用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而对吃苦耐劳又团结有爱的一家人来说，成功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在丹东种草莓呢，气候、技术、资源各方面都有天然的优势。可是如果在铁岭地区种草莓的话，难度那可就大多了。铁岭市清河区郎家屯村的郎秀霞在妇女主任的岗位上已经干了39年了。这些年她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带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看到丹东这个草莓啊种的效益不错，她也想在村里啊带着乡亲们一起来种这个草莓。结果呢，还就真让她干成了。他们用双手在乡村撑起半边天。我认为他们跟咱干了，咱就得干，就是得把他那个好。他们将美丽变成效益，那现在搁这大棚，现在美也美不了了，已经晒老黑了。致富脱贫，他们不甘落后。这样人老，我心不带老的。辛勤劳作，共建幸福生活。三八妇女节特别节目《巾帼致富带头人》。摘完没？今天能摘多少斤呢？等会儿我这样得这总闸得开开的。郎秀霞是铁岭清河区杨木林子镇郎家屯村的妇女主任，这个岗位她干了39年。昨天她刚从沈阳住院回来，今早就去镇里开会，开始处理住院期间积攒的一堆事儿。不用说，我知道了，我知道，知道，知道了，知道了。好嘞。我就是一天就是穿上鞋，像今儿是不上这里穿上鞋就是一天。我只要我在家，俺家就得有人搁看住。没事老闲的老大的，反正现在来说就最起码我有这个心。农村这些妇女啊，妇女中不管她有为难着点事儿或者隐私的事儿受不了的事儿，话都能跟我说。村妇女主任的活已经让郎秀霞忙得天天从村头跑到村尾，但是在她41岁这年，郎秀霞突然提出要干件大事儿。那行，我去串门去。完我就这草莓都忙，我去串门去，帮我摘一会儿，摘一会儿看来人他那收的。这一小盒一看确实也挺挣钱，一亩地能顶八亩地40亩地，他的收入。完了俺这叔也挺年轻，也挺就是说的适应的，还说那咱去看看去吧。当时领了15、16个党员和年轻比较好劲的年轻人，我们开始说的出车就去了。当时考察完回来确实不错。经过走访，他们发现当时市面上的草莓供应量少，又是个稀罕物，种草莓效益肯定不错。但是建大棚需要大量资金，村里的农民又都是靠种地为生，一下上哪儿拿出这么多钱呢？当时没钱，确实没钱，不得就那个盖棚了吗？去那前一盖棚8000块钱就能下来。完我说咋整？贷款？贷款我自己我去当然代表不了啊。完我就给书记、会计，俺仨都去了，整到那个西红柿到农联联社，农村联社嘛，他那一说，非常就是当时主任职称答应大的职称，铁岭市都过来联社。就是在4天之内把钱就给到位了。说干就干，郎秀霞带着10户农户在这片世代种玉米的大地上建起了大棚。当时建这棚呢，觉得心里老高兴了，赶上一场大雨，我们这棚推的是低棚，当时都是水，所以村民也不懂那啥栽草莓，还能栽啥草莓，养鱼吧正好。当时也不受到讽刺，压力也挺大。没想到我把那不7月份下雨，8月份栽吗，栽完以后没想没成想一年收入2万多块钱。所以就把这个别的把我心里思想转变了。郎秀霞和乡亲们的草莓大获丰收，第一年就把贷款全还上了。后来陆续不断有村民加入进来，但是郎秀霞的脚步一直没有停。必须年年更新，在更新的情况下必须看年年的观察哪个品种好，我必须到亲自到那个产基地啊去看。每年都是草莓一正下的时候看哪个对我们这家的土质和土壤啊天气候啊
适应了我们再种。可以说这十几年来，郎秀霞身兼草莓种苗采购员、草莓种植技术员、草莓质量监控员，就是这样的兢兢业业，让村里人都放心的来一句，他种啥俺种啥。不太懂，然后我这那个种苗那会儿他就提供技术，有啥草地项目啊都想着咱们种植户。这不，今年郎秀霞又给村里引进个新品种。这个品种是属于圣德一号，那可他们叫行话叫大头一号，说草莓非常好，它就是99的进化。你看就这到这儿棚里非常香。为了让村民足不出户的也能卖出去草莓，这几年除了更新品种，郎秀霞还带着村民搞起了采摘。不错，挺好。怎么知道这块有个这个采摘园的？朋友圈看见那广告。哎，我搁里面找了一个最大的。感觉这采摘园怎么样啊？感觉不错，离家也挺近的，过来溜达溜达。郎秀霞不断的求新求变，使如今的郎家屯村成为当地有名的草莓采摘地。但是郎秀霞的身体却大不如从前了。他为人民服务，我是拥护的，但他这来人家来病了，我心疼了。从19岁到58岁，郎秀霞对这份岗位有太多的责任和寄托。这些年，村民对他的信任让他记挂的更多了。值，说实话，确实值。都怕我干不了，我说我能坚持就干。怕自己坚持。对，哎，这玩意儿都过瘾，是能坚持，我能，不是放心吗？一路走来，无论是没有资金，还是带着全村学技术卖草莓，郎秀霞都没有掉过一滴泪。如今，她怕辜负乡亲们的信任，而卸下了以往的坚强。郎秀霞说，未来她还准备扩大合作社规模，将村里的大棚都更新换代。让郎家屯的草莓更加有名，走得更远。乡亲们又给咱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了？这位乡亲说啊，我呢是一直想种黄瓜，但是不知道哪个品种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口感好而且耐寒的黄瓜品种呢？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技术人员来为他解答一下。还真有这么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个呢是这个品种它耐寒性特别好啊，尤其适合越冬栽培。还有就是它不光耐寒、耐低温，还耐弱光，口感还非常好，产量非常高。这个品种呢，就是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最新研制的一个越冬黄瓜品种，金优316。这个品种呢，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越冬、早春都可以栽培。像我们现在这个棚就是越冬栽培的，它是。生长季一直到5月份、6月份才拉秧。这个黄瓜抗性非常好，尤其这几年像灰霉、叶霉，最严重的还有一个把瓣病，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黄点病，这个品种几乎不得，这个要说免疫吧，不可能，但是它抗性非常好。这个品种你看它长季节栽培，大概是10个月，总共是能结60条瓜。看看算上，这一颗秧子就是12-13斤的产量，大概一亩地下来4到5万斤吧，产量很高了。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呢？它一个这个瓜呢，我拿了一条瓜啊，一个是瓜瓣短，这个瓜特别顺直啊，特别顺直。再一个它刺瘤稍微大一点，啊，还是密。市场上主流品种，就是这种瓜刺儿，特别受我们消费者喜欢。另外呢，这个瓜呢，颜色特别好，你看，是亮绿、深绿啊，就是还有光泽，上面性好，上面性好，还有就口感特别好。一般的黄瓜它没有甜味儿，但这个呢，就是我们吃着口感好，就是不光清香，还很甜，啊，这个是绿瓤瓜，绿瓤啊，咱这瓜是绿瓤的，现在就是这个。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种绿瓤瓜。还有一位观众给咱们留言说了啊，我们家这边啊是辽西的，那去年呢发现有对咱们农民的惠民活动，我看种子是比较便宜的，但是今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实惠的种子，我还想再种一点。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来为他解答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沈玉801啊，沈玉801这个品种呢是5500粒一袋的，
一袋是一亩半地，五保苗3800。这个品种呢有几大特点。首先呢，它是国审的一个大品种，2015年005号国审的，适应性非常广，黄淮海、东华北，抗旱、抗倒、耐瘠薄，抗大斑病、丝黑穗病，综合抗性比较好。这个品种比较适合呢，像是养殖户养牛养猪的比较多的，特别是养牛的，它这个粒啊，打那个面子啊，蛋白比较高，它的秸秆呢发酵呢，牛猪上肥比较快，育肥比较好，所以说那个这个沈毅801非常适应养殖户选择。了解国家三农政策，快速浏览农业资讯，来看今天的天下三农。近日，辽宁省气象局发布了2019年春季的气候预测，利好信息来了。预计2019年春季全省降水量为105到11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成左右。春季平均气温为10.5到11.5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度。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春播期第一场透雨出现日期较常年偏早1到5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中霜日期较常年偏早5到10天，天气条件对春耕非常有利，期待咱们辽宁省的又一个丰收年。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发布消息，2019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经国务院批准，2019年生产的早鲜稻、中晚鲜稻和精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50公斤120元、126元和130元，保持2018年水平不变。稳定的粮食收购价格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更是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农民增收。近年来，咱们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偏老龄化，养老方式出现多样化形式，其中有很多老人会选择到养老院养老。那么养老机构到底应该咋选呢？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等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将养老机构的评定分为1到5个等级，等级越高表明服务能力越高。养老机构申请等级评定需满足一定的基本条件，包括具备有效执业证明、空间配置满足要求、一年内无责任事故发生、达到一定的机构入住率等。人社部日前发布消息，截至2018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2亿人，其中有4900万贫困人员直接受益，工程建设领域项目参保率均在99%以上。全年失业保险基金共向40.2万名失业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18.2亿元。如何提高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增加农户的收入？农旅融合是一条不错的路子。就拿养殖蜜蜂来说，这几年啊，通过养蜂来发展旅游业的地方不在少数。山东莒县龙山镇的嗡嗡乐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乐园里，蜂文化被融入到了景区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随处可见的动漫蜜蜂雕塑、橙色的儿童游乐园、蜂巢形状的建筑物，处处皆有特色。有机蜂场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溜蜂箱，小蜜蜂们在这里忙碌地进进出出，也为游客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蜜蜂生活习性、参与取蜜、摇蜜的机会。现在蜜蜂科普博物馆、产品加工游览区、蜂疗养生中心等也在紧张建设当中，未来景区将成为一个集蜜蜂养殖体验、蜜蜂文化宣传、蜜源植物观光、蜂产品销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验休闲景区。这样的做法不仅丰富了蜂产品销售种类和销售渠道，同时呢，蜂主题文化活动还会不断提升景区档次，最终园区将会成为一流的蜂文化展示体验区，建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的精品亮点。这种做法呢，也值得朋友们借鉴。看看视频上这些策马奔腾的孩子，大伙儿羡慕不？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山东济宁的马场主王健，因为特别喜欢《亮剑》中与鬼子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骑兵连，
他竟然招呼起同村的孩子们骑马冲锋，组建起了骑兵连。哎，大家好，这是我的马场啊，我叫王念，我是一个养马人，爱好养马。哎呀，现在养的比较多了，大马、白马都有。经过几年的经营，王健的马场越发展越大，一新一旧两个马场加起来存栏量在100多匹，而每年经王健手卖出去的马更是有600多匹，生意好的时候呢，每天都有马被卖出去，去年的盈利收入毛利在700到800万左右。眼看着快春耕了哈，又到了选玉米种子的时候了。有的乡亲们就说了哈，现在这个玉米种子品种也是太多了哈，眼花缭乱的，选哪个好呢？别着急，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品种，您看看靠不靠谱？钱牙补啥呢？这不我那边卖苞米种子呢，卖热火朝天的，我得去看看呢。哎，这不有余哥吗？没少买呀，没少买。买的啥呀？主要是717大后搭配点别的苞米种子。啊，你这买多少袋啊？20来袋。20来袋啊？咋，以前种过这个吗？以前种过，去年种的。去年种的717。哎，去年可有点旱呢。旱也行，天也行，这人抗旱，抗旱能力强。那去年咱家这边没刮大风吗？也刮起风了，风抗风也行，但是我们这个品种没有招风，今年是多种点。啊，不倒吗？不倒。哎，它的杆儿是那种直杆的吗？对，去年种的挺好。你家多少亩地啊？我家25、6亩地吧。那去年卖钱卖的咋样？还行吧，基本上能卖个20000多块钱。啊，嗯，行，那行，那你先忙着吧，于哥，我过去看看啊。去看看吧。好嘞。邓大哥，哎呀，家里来了啊？买种子来了？买种子，那个于大哥家那种子给我来一套。这来不了，这个。咋来不了呢？人家20多亩地买那些种子，你这2亩地你买那些种子有啥用啊？啊，来不了，那我走了。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呢。啊。你这2亩地啊，种一个品种就行，挑好品种，适应那个地块的，种一个品种就可以了。啊，那我种啥呢？你看，我给推荐一个啊，红墙717。哎，那个于大哥也买这个了。对呀、啊，适应地块特别广。嗯，第一它的抗性哈，第一抗倒，根系特别发达。嗯，扎地啊特别深，而且呢那个扎地深呢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分，深层的水分，抗旱也特别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抗虫，这个枝株啊特别硬。而且呢，那个叶片上绒毛特别厚，虫子对虫子来讲啊，它不爱去咬它，口感不好。哎，杜大哥，俺家地儿吧虽然少，但情况有点复杂，有高有低呀。种这一个品种行吗？啊，你家那个地我知道，高岗地、坡地、二洼地，丘陵地带都可以种植，而且它抗性特别好。嗯，那行，这2袋我就拿走了。哎，你家2亩地就1袋就够用了。哎呀，1袋就够用啊，还省钱了呢。说起这个种苞米啊，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比如说有的地方这个风特别大，那就得选这个抗倒伏的品种。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伙介绍一个抗倒伏的新品种，让这个种植户啊不再害怕这个大风。哎呀，说农资现在开了，这一开春是不是心情都好了？眼下呀，就是各家各户选种子特别忙的时候，不知道你家种子选咋样了？今天我到这地方啊，是辽阳市的蛤蜊村刘大哥家，咱看看他家种子选咋样了。走，刘大哥，哎，刘大哥在家呢。哎，你好，你好，你好，妹子，怎么样？去年种地种咋样？种地还可以，但就有点小毛病，有局部倒伏，还倒伏现象。有倒伏的。对对对对。倒多些啊？倒，我那反正倒面积不大。嗯。我也就倒10多亩，就能倒1亩左右地儿吧。那它倒了，它也影响产量啊。那必须影响产量啊。是不？这1亩地不倒不倒，我还得说少打个1000-1200斤的吧。啊，不老能就是这么事儿。你1200斤，哎，好几百秒了。那可不咋的。那今年这种地，眼瞅就选种子了，那你咋打算的？我咋打算？我找你们，就找你们呢。啊，现在我自己我不知道什么品种好啊，得必须得你们给我介绍哪品种呢？抗倒伏了，又耐旱了，这都是关键的，能成的关键事儿，是不？看看有没有啥新的品种。对对对，最好是新品种啊，因为老品种俺都种。多少年了啊，最好更新一下换一下来呀、是不？对，妥了，刘大哥，你这问题我听明白了，就是
这刘大哥还真是有勇气啊，得是新品种，还得解决这抗倒伏的问题。这不，二丫来到农科院问专家来了，咱听听专家咋说的。今年我们沈阳农科院呢推出一个特殊抗倒的一个品种，叫沈农大 L570。这个品种呢，它首先一点，去年我们在2018年在昌图地区，我们那个进行了田间测试。昌图地区本身通江口，风非常大，所以说很多玉米的品种在那块呢都经受不住台风啊，或者是那个大风来的时候，这个抗倒伏能力都比较弱。咱们这个沈农大 L570今年在昌图咱们通江口今年表现呢就是没有倒伏现象。就说这品种抗倒伏具体体现又有哪些呢？它的这个株型非常好，它的株高呢非常低，它是2.7米左右的，2.67米到2.7米左右的株高，穗位呢分布呢也非常合理，在1米左右的穗位，这样一来呢它就会比较稳，果穗结的越高抗倒伏能力越差，果穗结的越矮抗倒伏能力越强。再往下说呢，就是它的一个强大的根系了，它有着超强的这个霸王根，抓地抓得非常牢，它这个底盘的那个面积就像大树似的，大树的根系呢就非常远，它的这个毛细生根就非常多，这样以后呢很好的把锁住了周边的这个土，所以说它的抗倒性就特别的强。大连地区还有丹东的东港地区葫芦岛地区辽阳地区这些出现这种高峰地带的地区呢，都可以种植咱们这个沈农大 L570。它是预备一个稳高产的一个品种。怎么样，咱黑土地的服务还是挺到位的吧？说问呢，就得给大家伙打听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赶明儿啊，我还得带着技术人员上刘大哥家，给他做专门的指导呢。您啊，就请好吧。马上就要春耕了哈，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玉米种子，您看好哪个了？或者有玉米种植技术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24-2318-2278，024-8652-8168。再说一遍024-2318-2278，024-8652-816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联系。铁岭有个小伙叫王威，放弃了这个城里的工作，回乡呢养起了这个野鸡。他的养法有点特别，有词儿叫做什么对牛弹琴，他呢却是对鸡弹琴。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一下。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们以新知识、新理念、新样态打造新农业，他们以新形象、新追求引领乡亲们寻求新改变，他们曾经叫大学生、留学生，他们曾经是各界佼佼者，而今他们有一个响亮亮的名字，新农人。辽宁卫视黑土地特别策划广阔天地三部曲之新农人。他辞去了城市里面的体面工作，回村对鸡弹琴。干养殖，咱想养就养点新奇的东西。咱这边养那个小笨鸡儿啊、小乌鸡儿啥的太多了。失败了，面对亲人的不解，他依然选择坚持。那你小家，你说也不趁啥，所以那时候还没结婚呢，啥也没有呢。你说家里攒下个3万5万的，都不够干啥的。为了养好野鸡，他不走寻常路。给野鸡戴眼镜，找火鸡当管家。你看咱们这个火鸡也挺有意思的啊，我给你演示一下啊。看王威为啥对鸡弹琴。正在给野鸡喂食的这个小伙叫王威，几年前他放弃了城市里面体面的工作，回村来养野鸡。野鸡平时的性格就是好斗，可是王威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治他们。音乐声一响起，野鸡立马就变得温顺起来。王威说，这种方式有点像行为艺术，效果却相当不错。我家属于离道边比较近，平时呢老过车了，再不就是谁家放鞭炮啥的，有点事情啥的放鞭炮，然后这个野鸡它一那个听着，突然间的一听着什么动静嘛，就噼里啪啦的乱飞，
烂飞烂撞的，撞到那个铁架子上啊，撞到那个木头杆上啊，炸聋呗。哎，对，容易撞死。哎，再一个头皮也撞破了，哎，它感染，然后再一个对毛啥的都不好。王威刚回老家准备养鸡的时候，直接就选了野鸡这个品种。一般的养殖品种，他觉得没有市场。哦，因为吧，干养殖咱想养就养点新奇的东西嘛。你咱这边养那个小笨鸡儿啊、小乌鸡儿啥的太多了，然后呢满市场都是，它也不值钱，也挣不着啥钱。我养这个吧，就是最起码的哈，咱们平时见都见不到。创业初期的王威自信满满，因为平时他就爱琢磨，还自己动手做了个孵化器。可就在王威自认为一切都会顺风顺水的时候，现实却给了他一巴掌，打得真是啪啪响啊。这个孵化器啊，它那个是我最刚开始啊，就是想养野鸡那功夫然后就做了。嗯，然后呢你看着啊，这个现在已经就是装破烂了啊。这个吧就是一个木头板，这个完了呢里边这是保温板。然后我哎呀，我这买了不少胶啊，这给它都粘到一起啊，费老大劲了，我做了能有一个多月。然后啊，这块原先是电脑板，现在已经都拆掉了。当时那个成活率咋样呢？成活率根本就不行，一半吧也就，保温效果各方面都不行。再一个它里边空间太狭小了，孵化效果不好。回家并没有让王威感到轻松，养鸡第一年赔了不少钱不说，亲戚朋友也没有人看好他，都说他在瞎折腾，家里人也劝他早点放弃。因为他是属于是野生的，咱家就不适合，我就不想让他抱挺大的风险。因为小家也属于不趁啥，所以那光还没结婚呢，啥也没有呢。我说你说家里攒下个3万5万的都不够干啥的，你现在的人你说你娶一个媳妇多费劲，你把钱都给我霍霍了你怎么办呢？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王威表面上看上去还是没啥变化，每天都去观察这些好斗的野鸡。过几天他又买回来几只火鸡，野鸡都没养明白，他怎么又去琢磨养火鸡了呢？家里人更不理解了。你看咱们这个火鸡也挺有意思的啊，我给你演示一下啊。我看这火鸡挺逗啊，哈，配合你这吹口哨呢哈。啊，他这个，他就这个习性，咱是模仿那个母火鸡的叫声吹哨，然后你吹一下试试，你看看，我看看。哎呀，是哈，这大声就听着了啊。他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野鸡群里这个养火鸡呢？这咋想的呢？啊，这个吧，要不然也得放孔雀，因为啥呢？哈。他火鸡一个体型比较大，公野鸡也怕的。另外呢，他一开屏在这里边，他就是来回这么一走，这帮公野鸡都没人敢打架了。对，主要是为了防止他那个炸营啊或者打架呀。为了防止野鸡打架，王威不但请火鸡来当大哥维持秩序，还专门给野鸡配了眼镜，这是咋回事呢？咱那个公野鸡啊，你要是不给戴眼镜也不行，他那个没有眼镜的时候吧，他刀架他瞅真准了，想刀谁想揪哪根毛揪的老准了。给他戴上眼镜，他再奔别的鸡去，比如说他想奔脑袋去，他一下子一揪一刀就刀偏了，他就刀不着了。他久而久之吧，他习惯了他就不刀了。通过这些奇思妙想，王威逐渐找到了门道，养野鸡挣了钱，他还给孵化器升了级，这下成活率也上来了。你看看这种孵化器啊，你看这个市面上的很少有的这种，它这个担架啊是两个独立的担架，然后呢风机这里边你没看见有大风扇吧，是不是？嗯，哎，咱们风扇在这里，看这里就风扇是吧。哎，这是一套那个独立的风道了，从上边啊，它那个从上边进的是凉风，然后通过它加热以后，从下边通过水盘连加湿再加热就一起全过去了。它这么一循环吧，就是每一个角落的温度都是一样的，它就是哎误差非常小，就是0.1度左右。所以它那个现在用它孵的话，我再也不用愁那个孵化的效果。王威说，这些年与野鸡打交道，不但让他爱上了这份事业，也让他喜欢上了乡村生活。回归农村让他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对鸡弹琴，王威乐在其中。像这种养野鸡的项目啊，有的人呢可能是受不了太闹腾了，而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门手艺啊，
一般人他也受不了，因为什么呢？太静了，可能一坐就是一整天，而且啊，这个体力还得好。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根雕手艺人富贵华和他的根雕作品。田岭的根雕手艺人富贵华每天都会早早的起来锻炼，天长日久，他的体力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做不动了，太累了。我以为这个根雕哈，就是说雕刻雕刻就可以呢，我不知道它还这么费体力呢。这个对，这个原材料它也沉呢，工具啥的干点活它也沉，必须得锻炼好身体才能出发。它这个原材料的话，就这个木头是吧？对，你看看，不信你搬过来看看这个，是吧？是这个劲啊，你再拧拧，反正我看看，这个可以啊，可以，空间不大的。真厉害。这满满一屋子的根雕基本上都预定出去了，其中还有一件他最为得意的作品。这是当地来说是最好的料，就是山芋，山芋料，它这本身这料吧在百年以上的啊，这个料，所以它整体来说是一个就是年年有余，有莲蓬，有鱼，有荷花，有这个有叶的，这是比较完美的作品。存放根雕的小屋比室外还要阴冷一些，可富贵华每天都来擦拭他的宝贝，细心的保养。他说喜欢做根雕这件事儿有点像爱情，一旦看对眼了就无法自拔。那么这份情缘又是怎么开始的呢？啊，就是打工吧，接触打工干别的，干别的就是活，接触这个根雕，就一下就喜欢上这根雕。怎么个喜欢法儿？当时就是喜欢那种，就像喜欢一种像自己那个睡觉都想。富贵华当初选择回到老家做根雕，并不是心血来潮，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当地料吧，现在它出这个特产，确实挺丰富的这种就是原材料，哎，所以说，第一是原材料多，第二呢就是现在水平人的现在也有不断的提高，所以我回来很有信心做这个。当地那个原材料特别多，对，然后价格啥的也比较合适哈。对对对，料还好，怎么看这个料好？你跟咱说一说。现在看这个就是拿这块料来说吧，这是当地的就是山芋料，特别你看有硫花呀、有硫包啊这些东西，就做完特别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对。找了好原料，下一步就是粗加工，用火烧掉木头坏掉的部分。看似简单的工作，记者试着做了一下，才发现并不容易。对。但是我烧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就第一个它这个火光哈，就是特别晃眼睛，我都看不清就是哪地方烧的是不是均匀。再一个它这个烟烫的我就是那个熏眼睛啊，这工作啥不容易哈，这工作是吧，就慢慢来就好了啊。对。那什么算那个烧的比较理想的呢？我现在看不太清了，就是把那些那个可能头这会儿就烧了啊，剩那个红的了，剩那些硬的木头了，那就行。做根雕不但要有好身体，还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而接下来要做的打磨工作，用富贵华的话讲，耐不住性子还真是干不了。这东西吧，需要是，细致点的。刚时是用粗的，像这种，就是多垫点层。为什么要垫很多层呢？很多层效果能更好一些吧，就是打得更周，更方便点，就是。完了，这个再用时候就是用中号的，这种，是不是？一会儿用细的就打一遍就行了啊，就是一般最费工了，就是也是技术活。起初做根雕最让富贵华烦心的还是雕刻，很多时候看着雕出来的东西啊自己都想笑。为了把根雕做好，他想了个高招。刚开始做的时候就看一些图片了，看一些视频啥，不那么生动。后期了就是看就是买一头真鱼，抓那岸的鱼，按照实际来做操作，效果能好，更好，更逼真一些。慢慢的，富贵华的根雕做得有模有样了，而最让他开心的还是和儿子的交流越来越顺畅了。过去爷俩因为性格都很内向，缺少沟通，可如今不一样了，他们有了共同的爱好。改善多了，没事俺们俩碰碰头，是吧？谈一些就是火上的事儿，啊，互相指点，互相那什么，特别特别好。现在是处得像哥俩似的。富贵华平时做大件，儿子做小件，因为小富平时接触网络比较多，还将他们的根雕作品放在了网上卖。
我一般就是做完作品，我就拍一个就是清晰度高一点的一个视频。偶然机会就是热门的，完就是因为他这个小视频它面向是全国嘛，所以说就有各种各样的人来问价。通过网络平台，跟雕生意更红火了。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几天父子俩也迎来了新的挑战。这个是一个大连客商定的，就是一个蜥蜴。蜥蜴哈，对，给它蜥蜴。为什么要做这个蜥蜴呢？蜥蜴寓意好嘛，就是代表的是惜财啊，讲究这些东西。对，但我看以前咱做那根雕都是说整体根雕，然后上面就是偶尔刻画点那个鱼呀、啊、什么那个动物图案啥的。这个整体来说是整个一个蜥蜴还能做？对，整体是一个蜥蜴啊。对，那这个之前做吗？这个，这个没做过。根雕让傅桂华在创作中体会到了力与美的和谐统一。这些年，他锻炼着自己的力，也享受着艺术的美，同时用手中的刻刀把爱传递给了下一代。他坚信用自己的双手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那2019年辽宁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博览会上都有啥新奇特的农机装备呢？咱们跟着胖丫一起去瞧一瞧。天啊，是越来越暖和了，过一阵呢就要春耕了。像什么种子、农药、化肥、机械装备这些东西啊，大伙儿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起来了哈。那今天胖丫呢来到了是2019辽宁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暨农用物资博览会。那在这儿呢，我打算转一转，看看今天啊我能遇到哪些既新鲜又实用的好东西。这次展会的展场面积达到20000平，室外展出的农机各式各样，胖丫看的是眼花缭乱的。逛了一会儿，还真发现个好东西。哎，咱以前正常的那种秸秆那个打捆机哈，应该是那种带一个车头的，带个拖拉机车头的，需要牵引啊，完把它能带动打捆。正常买一个拖拉机，咱大众化的也得这10万0点，加个动力，省去买拖拉机了这个费用。农民的少投入多产出，通过粉碎除尘。完了就是打成，方包喂牛羊。这个里边就是它那个出捆的。出捆就是这里边，你没看就这种嘛房子嘛，非常干净，没有土。胖丫在这展会上哈，发现了一个个头特别大的装备。您看，我站在这儿就显得我特别渺小哈。当然了，你说这个头这么大有啥用呢？它这个是自走式喷杆喷药机。主要特点呢是为这个庄稼喷药或喷肥料用的啊。那肥和药是一起喷吗？它是通过一个系统，通过两管道喷出，通过喷杆啊，上边喷的是药，下边喷的是肥。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个玉米去雄机。去雄机是啥意思？去雄机就是把这个玉米的上半头掐掉。它这个猪缸也不一样啊。那这个它这个驾驶员呢，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玉米的要求，它可以上下升降去胸。这个东西是升降的、对，它不是连接这个驾驶室吗？对啊，驾驶室它可以上下升降。你现在的这个齿轮就已经在转了。对，也就这样了，再不能再降了、啊、因为玉米的高度也1.5米高。啊，就在这个浮动下，它是自由驱车。那最高能达到多少？最高这样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现在离地面的距离，离地面现在是2.3米。有了这些大块头的帮忙啊，咱乡亲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呢，是既节省了人力物力，还提高了生产效率。那在这次展会上呢，在里面的室内场馆啊，还有卖着一些咱们乡亲们种地所需要的什么种子啊、化肥、农药的农资产品。那咱们现在就到里面去看看。来呀！我说走这一道咋闻着一股酸溜溜的味儿呢？在这儿呢，大哥，这是啥东西啊？这是我们那个研究的一种新型的乳酸菌肥，它是一种肥料。对，是一种肥料，它那个不单适合就是那个蔬菜大棚的种植，还适合于农畜牧业的养殖，增加胃肠蠕动，让它这个饲料呢充分的吸收利用。这乳酸菌吧，牛羊拌饲料里头就能吃，但是那农作物，你像那个什么草莓呀、啊，或者是一些植物，那它也不会吃啊。它分解土壤里面的一些个有害物质，农药的残留，在叶面上喷洒，它就防止一些个虫菌，和那个叶面的发黄。
如今农机装备的功能越来越强，农资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大家伙儿也体会到了提质增效、绿色环保的重要性。最后呢，再说个事儿哈，咱们黑土地呢正在征集500户的示范户，再过几天呢，大约在4月初的时候呢，就要进行电话回访了。符合条件的呢，我们会逐一的电话去通知，因为报名人数较多，现在呢正在统计阶段，请乡亲们耐心等待啊。还有我们的黑土地的微信商城呢，也开始开通了。